所以最近我有陣時見到一啲新聞機構啲負責人咧，譬如我見到羅燦啊，見到一啲其他啲AM730啲主管啊，我都問佢哋會唔會賣啊，即係探下口風咧。咁唔知佢哋講真講假啦，都硬買嘅，即係肯支持希嘅望啊，希望，嚇。咁我哋計過第一年咧，如果有大約20個客户，全世界啊。咁有每個客户，我哋收20萬一年，咁就已經有400萬啦，即係第二年，咁就應該營運到第二年啦，已經。咁我哋希望呢個呢做個一個語基言都礎。係廣東話啦，係嘛？啊，我哋係中唔英係英文文？嘅，中英嘅，哦。中英。我哋而家請啲記者咧，有希望有1/3啦，最少係有 bilingual 嘅，即係中英文都寫到嘅。咁 就中同時係中英文發稿嘅。咁所以我哋希望除咗咁香即港聽之你外，咁即文字咯，就唔係畫面嘅咯，啊文字當然係係文啊字啊，文以字文咯。字為主嘅其實係，同埋數據就係圖表啦，啲 infographic 啦，我哋自己會做啦。咁所以就係其實都係以文字為主，咁影像係輔助其實，因為佢唔係一個電視台，咁佢就即係以資訊為主啦。咁所以就我哋希望第一年可以即係全世界可以吸納到20個客户，每個人即係每個客户收到。二十二萬，十萬一年，咁就有400幾萬一年好樂觀啊！啦。希望若果唔得啊，點咧？你哋有冇諗過，即係會點營運落去咧？會唔會哦，你哋嘅機構又可以撐落去咧？呢、這個當然係最 worst 嘅 case 啦。即係 iPress 最 worst 就係由 iPress 就係會繼續支持佢做落去啦。咁就，但係呢個我哋唔希望有咁嘅局面咧。如果咁嘅局面，即係話呢個營運模式係有啲問題啦。即係當初諗呢個通訊社個營運模式，咁我哋希望佢係可以真係20個做唔到，希望做10個啦，10個做唔到，希望做5個啦，最少都啊。